看看新闻网。那说到艺人韩栋和张萌呢，很多朋友会联想到韦小宝和双儿。这回在电视剧《碧血书香梦》里呢，两人又合作了。尽管是两人第四次同组拍戏，但是呢，矛盾还是有的。要怎么处理呢？就看他们自己的办法了。这群神神叨叨的家伙就是电视剧《碧血书香梦》的演员，别看他们现在玩得不亦乐乎，拍起戏来可正经了。一场祭祀的戏码，几位演员都老老实实跪在蒲团上，不过导演的要求似乎不低，光是磕头就来来回回磕个没完，个个都像在啄米的小鸡一般。你看哪里有的有，你看哪里有的有的的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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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除了这样的欢乐时光，演员们也是有较真的时候的，特别是已经第四次合作的韩栋和张萌。尽管之前已经有了三部戏的合作，但矛盾始终存在。不过他俩在开拍之初就做了个不吵架的约定，我们俩之前拍这戏就说好了，说这个戏就是在现场有什么矛盾啊什么，谁都不许生气啊。对对对，就因为有什么就直说了，因为太熟了。嗯，那之前是有生过气吗？哎，也没有，就因为这个戏正面交锋比较多嘛。嗯，对对，互相都比较有想法。喜剧在线，很变态，怎么当。